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那个大湾仔的椰开椰现场。大湾仔有众师兆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我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米其林徒弟。哇，好辣椒，好香。冇乱，淡定，一定要慢，可以吸到。好，搞定。我们今天呢，重点，沙姜、鱿鱼、通菜嘛，椒盐、大料虾，是有王炒面哦。这个味道好像老妈做给我们吃的。食物它是最能把人打开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开餐厅真的可以遇到不同的人。大湾仔有众师兆。